在2年前我来匈牙利的时候，第一次来匈丹丹，我就非常喜欢这个城市。这个城市啊，非常安静，非常漂亮，它的地理环境、气候都非常好。但是呢，我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停车的时候非常麻烦。我就在想，这么美丽的城市，为什么不能通过我们一些比较高科技的手段，让他们停车更加方便，然后吸引更多的游客，服务更多的匈牙利百姓和游客。然后中兴通讯呢，我们做智慧城市啊，已经有很多年的这个时间了。啊，我们在中国，包括在欧洲、非洲，都有非常成熟的经验。所以呢，我们非常希望，也非常能看到我们这个方案能很好的服务这个善良的城市。